有的 play 就算透过我们的画面转播，我们都要看得很仔细才看得出来。这个灌篮，金恩真的是慢慢的把他今天整场比赛的这个闷气呀，反手运球之后的直接杀到禁区一个双手雷霆万钧的灌篮，所以金恩今天真的是全面的开火，不管是洲际飞弹，甚至我们的拦截的飞弹呢，都对他来讲都是淡淡命中。